经过刚刚我们混合的动作之后呢，我们已经将药水充分的在机器里面做了混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三个出水口它的余氯的浓度。这是第一杯，第二杯，第三杯。好，在装好水之后呢，一样拿出余氯测试仪来测试我们三杯水它余氯的浓度。好，我们依颜色的反应来看呢，现在我们的药水已经完全的在我们机器里面混合了。